哦，终于，哦，这个大，这个冲上来咬的。啊，这个大，对，可以了。这个大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已经看到了。这冲上咬的，会啊，不是，啊，这冲上来的一口，哎呀，这挂着尾巴了，啊，我说怎么，哎，掉了个，好，我说。我怎么在水？感觉我已经到边上了。我说把这个饵收的离水面近一点。感觉不对头。他怎么冲上来咬一口一样的？白点。尽管遭遇了脱钩，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许斌的心情。此时的他信心满满的抛下了下一杆。仿佛正寻觅着这片湖泊里的神秘宝藏，那么接下来又将有怎样的渔获在等着我们呢？就在这时，这下中了。当一回这种清理工，你看，我说这没事，我这杆子没事，我这杆子没事，我说它不动的，哇，这么大个塑料袋，真厉害吧？嗯，哎呀，把这里面水倒掉啊，全是泥水。没想到这又是一场虚惊，不过好在许斌的心态不错，即便中到的不是鱼，也当是为环保做贡献了。好心自然会有好报，而在随机的一杆中，惊喜又再度降临。好小，小青哥嘛，小青哥。一个，走，小青鲳一个。定义专业级本土鱼路亚竿，跟着米兰达一起探路本土路亚生活。刚才的坐钓中，许斌在更换了十克的亮片之后，开始有了不断的咬口。而一同前往的岛钓们同样也是收获颇丰。在这一片宽广的大水面坐钓，米兰达 S802ML 突出的远投性能发挥到淋漓尽致，长距离的搜索行程大大提高了重鱼效率，